一天的美好时光，奔跑走廊追逐的模样，独自去想要观赏。手握冰淇淋漫步操场，拥抱微风掠过的清凉，白日梦有时也会幻想，故事慢慢拉长，青春滚烫。偶尔倔强，一起闯祸的疯狂，偶尔分享点点滴滴的时光，跌跌撞撞，不知不觉慢慢成长。青春青春像着光，夏日等着和夕阳，青春青春不再想追逐大脑的日常，有你们在身旁，像是一种嘉奖，快乐循环播放。青春青春闪着光，写下心底的愿望，青春青春不再长，把未来握在手掌，有你们在身旁，像是一种嘉奖，记忆我会好好珍藏。第四集，当你年少时，裸眼视力5.2。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娘娘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是敌方派来的卧底呢？我今天要废在这儿了呢。老相祖传药酒，下多大力气就有多大的威力。你说想不想赢吧？来，请往死里推。你这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要不然明天还是晚一天吧。不行，要竞技精神。来，你那是什么竞技精神？你那是竞技神经。哦，怎么样，老大？你要真这么想赢，要不然还是找陈海吧。绝对不行！想当初他教我骑自行车，简直是我半辈子的噩梦。可他旱冰的确溜得溜啊！我这不还有你呢吗？金牌教练，总不至于走上他那条绝路吧？那我明天想吃排骨，管吧！我周末还要帮店里发传单，我陪你一起。啊。那我尽量吧。嗯，向小南适可而止啊！谢谢，王总，唐小兰，你新干人第三次，我。哟，陈海来了，留下来吃饭吧。我今天啊买了只母鸡，给笑笑呀补补身子。阿姨，我就不用了。你呢，尽量吃，别客气。晚上一定要把握住最佳状态，金牌水准，包饺子水准，放心。哦哟，今儿笑然请客呀，不早说，你得小心点儿。你怎么又穿瑞哥衣服啊？这我新买的，我请楠楠呢。请向南吃白骨，小然，你要是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。我凭本事吃的白骨，你会不说吧？晚上我还要跟向然一起去韩剧，一起看韩剧，央八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。啊，嗯，男人们。不是说韩剧吗？澡堂经理回家看，怎么坐这儿演上了？食堂变的旱鸭子。哎，你抓不着。得了吧，就你那小脑萎缩的平衡感。怎么突然想学旱冰了？之前叫你来打死都不过来。情况不一样了，现在这是一场比赛。
哦，瑶儿又上劲儿是吧？这回跟谁啊？英语竞赛老对手陈赫。怎么又是他？张校长，你跟他过不去啊？是他先挑衅的，判定比赛不赢他，我就跟他过不去。过来溜达吧。干嘛？练呀，早赢早了，让陈赫拿篮筐带着。我溜可以，你不许废话。笑行吗？笑啥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笑不出来。缺氧了，走，我快走。你跟着向南学了不少时间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就你身上那药水味，隔800米你都能闻到。是又怎么样？我现在只要不动就不甩，这就是进步。曹师傅的傻徒弟，走，跟我走。我还想着今天能保你脱干速尘呢。你等等，要想学会滑旱冰，首先要克服畏惧情绪。来，一姐，抓住你的重心往前，保证没事儿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抬脚，抬脚。挺好的，我就这样教的呀。哎，你干嘛？来下一步了啊！要不怕摔跤，记住摔倒往前扑。那万一扑上脸呢？手肘朝地，还有你脸还扑的空间吗？等什么呢？下回你老师啊，东施正道，帮你呢。有道理，我是说摔跤那段，你离栏杆这么近，要不试试呗？放轻松，师傅能害你吗？往后摔容易摔脑子，你支撑筋又起折腾，来。重心往前，别老往后。走你！抬脚哎，张校长，脚腕要立起来。抬脚。铁头哎，你再往上点，我直接拉一二胡街头卖唱了。你没事吧？都出血了，头晕不晕？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？再打一狂犬疫苗。别愁眉苦脸，就破点皮儿，回头贴一创可贴就成了。我去给你买。去，你就消停会儿，我去买。真着急了。那回头就给师傅争口气，我也就瞑目了。呸呸呸！我就随口一说，不至于吧？那这样，我就说，你比赛一定赢陈浩。好。要么去现场给你加油，哪天比赛？不行，谁都别来，尤其是你，影响我发挥。放轻松。我认真的，你听见没？我不去，我不去了。我提供电话加油服务啊。哪天啊？怎么样？这也是今天冠军刘明场，一起给向南加油打气。不去。
别呀，够不够朋友？而且去一趟不亏了，笑人鸭子不照样好笑了。你就当过去给我时光转播一下。小阿涛吧，阿涛不行，这事儿就得你来。笑然对你的容忍度还是高一些。也不高。那可是你亲姑姑。婊子。我这不也是担心笑然的安全问题吗？你也是知道了，笑然的斗魂一上来很恐怖的。他挺可爱的，他有分寸。什么祖传奇葩脑回路啊！老板，我的衣服搞定了吧？好了好了。来，你的衣服。哎，是粉红豹没错吧？没错，放心好了。好了好了。楠楠，宣传单印好了。谢谢啊。啊，来了。哦，宣传单都装我这袋，你那就两套衣服，你这体力还是得练啊。重倒是不重，可批发市场离店里足足有5公里，你就不能做个蹦蹦吗？哎，老向帮我这活经费有限，你做蹦蹦就亏了。马建伟，等我拿到工资，今晚给你庆功。间接，但不就发个宣传单吗？为什么要准备衣服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发传单也是有技巧的，随便发很容易被拒绝的。可是你穿上了我这身特色战袍。接单率直线上升不说，还能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就是，有点热。热？这到底是什么呀？我斥重金购买的秘密武器，粉红豹玩五副。粉红豹？哎，我陆川呢？是不是好姐妹？还记不记得金牌陪练的嫌疑？行了行了，那我们得快点，我6点还要跟张浩比赛。好，行，耽搁不了。喂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到。我忘了今天校队要家训了，老王要发疯了。我得马上过去啊。那传单，只能拜托给你了，我的身家性命就全押给你了。啊。你记得去那儿把战袍换上啊，一定得穿啊，金牌陪练的情谊啊。知道知道，你快去吧。就知道你靠得住。走了啊。这是玩偶服，这也太特色太深刻了吧。不行不行，一定得穿啊，金牌陪练的情谊啊。这情谊也太沉重。什么玩意儿跑过去了？老王啊，那两套豹纹西装你终于给卖掉了。是的呀，刚才有个小姑娘来找粉红豹，我就给甩卖掉了。粉红豹，人家要的是那一个吗？粉红豹，粉红豹纹，那不都是一回事吗？
伟哥，真的不去看个热闹？哦。你说小然他是不是有毒啊？啊？明明和那个陈浩相看两眼，非着围着人转，不是找罪受吗？我就说我和他一起，万一需要动手，我还能帮个忙。你喝着吧，我文武双全这件事儿不是人尽皆知的。六点了，我就不跟你说了。干嘛、啊？还以为你害怕不敢来了，结果是打算穿这种奇装异服，干扰我发挥吗？时间刚刚好，我穿成这样都不怕被干扰发挥，你还矫情什么？来吧。老周啊，店里是没换洗发水了。哦，这是新款。哦。麻塘之声插播一条广播：春熙路附近道路拥堵，司机师傅们请绕行。据悉，是因为冠军溜冰场突然停电，发生踩踏事故，现场具体情况尚且不明。你再使劲点呀！你这技术跟你爸比。还差得有点远呢。哎，人呢？哎，这个萝卜处理完了，别看了，快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打不相识，奥斯利，这次算平手好了。来，不需要平手。乒乓球你会吗？西北走啊！对不起。这不是英语竞赛准考证吗？你不是说丢了吗？你还给我！你该不会是怕输，所以不敢去参加比赛吧？我不可能输。输又不可怕，晋级就会有输赢，下次再赢回来就好了。
不能说，不是第一就什么都不是，差无数人，没出息，别解释那些没用的。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你懂什么？我就说师姐交给夏然绝对没问题，真没事吗？别动别动，扎着脚了。啊，猴子气没喘息，要不先去你家，我这样没法跟我妈解释。那你就得跟我爸解释。雨枫表哥肯定会向着我的，只要你这个大侄子不多嘴。睡了睡了，睡哥睡哥，咱们各弄各的，先回家。瑞格竟然没推开他，应该认识很久了吧？不，肯定是对方突然袭击，他没反应过来。不对，按瑞格的运动神经，他要是被不认识的人突然袭击，不可能被为所欲为。他应该……好帅呀，周日学长！哎呀呀！笑笑，啊，啊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我先睡了嘛，晚安。哎，看好了。小然呢？回去了。啊，吃饭吧。你们学校是有什么文艺演出吗？
1986只，1987只，1988只。那到底是谁？端午节的12:27的时候叫做第二桌，一定都是一个星球人说他的太阳。张笑然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是你们对我干了什么吧？我们的正当防卫。准考证还给我。什么准考证？你放开我！哎，谁啊？别多管闲事啊！这个。同学，这里可是学校，还敢来暴力冲突那套？你怎么了？比赛输了吗？我觉得我算赢了。赢了就好，别的无所谓。我相信你，没比赛找比赛的实力，下一个会更好。那小然，嗯，你有没有觉得瑞哥最近有点不太一样？他这周要办决赛了嘛，瑞哥有压力也很正常，上来不也神经兮兮的？那你有没有见过瑞哥身边出现一个？什么？算了，你不可能知道。哎呀，你不用担心瑞哥，他是咱们这群人里面最靠得住的了。那倒是，嗯，不像朱成海，只会口头喷毒液。啊切！谁又骂我？这点过去，他应该没意见了吧？伪装一下。陈浩，怎么跟个粉红帽在这里闲逛呢？笑然呢？那个是张笑然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懂什么？真是张小然啊！你别往这待着，你！钟小生，哎，怎么是他的？在混着薄荷味道的夏季，也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里，突然想起那天夜里，风悄然将繁星吹熄，是什么不知所起，却偷偷埋下了伏笔，是
关于你，于是岁月就这样播撒着青春的芽，悠然吻过她懵懂的脸颊，如梦一场，映着少年眼中的光。亲爱的你，多想拥抱这样的你，无惧又无虑的你，慵懒又勇敢的你，跌跌撞撞的不聪明。亲爱的你，感谢有过这样的你，曾经光闷的背影，伴着分离的呼吸，呐喊出的一字一句，我都没忘记。我相信青春若有轨迹，终点一定。